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现如今，旅行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更好的休息，让人们的心情不过于压抑。而旅行的方式也有很多，现在流行的就是做一个背包客了。但做一个背包客去旅行是很累的，因为所有人的行李都要放在背包里，而且跑步行走的时候，背包对身体的负荷也会很大，旅行的体验也会大大的降低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美国的一家科技公司设计了一款新型的背包，它具有悬浮的作用，人在背着它进行奔跑行走的时候，肩膀所受的重量将减少 80%。 这款背包被命名为 HoloGuide， 全球第一款具有悬浮性作用的背包。下面来简单的说明一下背包的功能原理，它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的。首先是用滑轮来制作的主要框架，然后背包就被安置在这个框架上面，与背包利用先进的弹力绳进行连接。这样一来，使用者在使用背包的时候不用受到背包的下坠力，行走和奔跑也会变得更加的沉稳，这就是背包神奇的地方。现在这款背包的相关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，产品在推广后已经成为了许多背包客的必备，看来这款产品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潜力。不过滑轮的框架也导致背包的折叠性不好，这样的话背包的灵活性会下降一些。相关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一种替代滑轮的材料，能够更好地保证背包的折叠性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听了这款背包的相关介绍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感到心动了呢？相信这款产品会给你的旅行带来很大的帮助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锋芒科技剪辑完成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